好，我们现在在自驾游的路上，图图在开车。我们现在到了 Grandfather Mountain， 老头山，北卡为数不多要票的山。我们到了吊桥上了，这上面风特别大，还挺冷的。去一个景点都要买的哟，做纪念。这样在我们老了之后，然后看着我们去过的征服过的世界，当我躺在床上颤颤巍巍，就那个，我们爬过，爬过 Grandfather Mountain， 然后摔了个大马，啪。这个山总高是5900多个feet，不高，1000多米，挺好看的，全都是山。呼吸一下大自然的空气，肺都好了呢。肺都好了。每天这样子的熏陶，让我更加的具有艺术气息。我们到了瀑布，瀑布，强行加一波瀑布。这个是美国东部密西西比河东部最高的山，然后底下都是云，好漂亮，正好是日落时间，哇，好漂亮。这上面有七只狗互相在叫。
看看底下，哎呀，露着腿呢，冷不冷？冷呀，快走这儿，这里好看吗？哇，哎，你站这里边。现在在买晚餐，这边有一家 taco 店推荐说还可以，它味道比较多，别的地儿没有吃过，尝一尝。是这家叫做 White Duck Taco Shop。我们拿到了号码牌，现在在这里等一下，看后面好多人在吃呢。我们到酒店啦，这是我们刚刚买的饭。图图点了一个 roasted duck， 然后我点了一个 buffalo chicken， 图图还点了一个 lamb， 我这个是 Bangkok shrimp。 今天的行程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会去一个古堡，在 Baltimore， 是美国最大的一个私人庄园，我们明天再见吧。